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哈。下个月两次的围猎烟囱，投诉值日不多吉，提醒引进不利。哎，不好意思哎，下个月可没有办法哎，我再给你调个时间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谢谢。喂，你也太迷信了吧，这样都可要档期。这个就可以化解了。啊、哦、，Good idea， 这样不早说。啊，大家跟他说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淳安，你等下上通告。来帮你验身。哎呀 ，Bobby Bobby 哦，麦克风神 Bobby 哦，电视神 Bobby 哦，麦克风神 Bobby 哦，大家拢来 Bobby 哦。哎，那位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我们家艺人傅子淳啊、哦，拜托先生指点一下迷津，改一个好名好吗？我名字就好好的，干嘛改名呢？你不懂啊，当一个艺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改一个好名字。嗯，那来啊，我帮你算命一下，你生辰八字拿来。先生，我们家淳淳的生辰八字。拜托帮忙改一个哦，一听到就感觉他是一个集帅气与才华于一身的男艺人的名字，好吗？哦 ，OK。姓傅，名子淳，80年生属猴。我现在马上给你一个名字，肯定让人家觉得你很有才华。哦，谢谢先生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是要吃。哦。哦。傅培梅。哎，谁呢？这是一代名厨的名字，我不能用这个。没了，打没打没了。你用，这不行吗？不喜欢吗？啊、不行不行、啊、没关系，我再给你一个。1月1号嘛，元旦宝宝。哎、摩羯座。哦。富爸爸，谁呢？不是这个富啦。不喜欢吗？不满意吗？不行。啊，好啦，来了。啊，付钱爽快，覆水难收，夫妇得正，夫上打火，夫杰，夫杰，痒痒又发炎，有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啊？不是啊 ，Sunny， 我们台湾人真的没有取这个这么奇怪的名字，你可不可以取点比较？正常一点点的。哎呀，不是不能改，是因为你冤亲债主太多，这太麻烦了。阿贤，你帮帮忙救救我们家子淳啊！要解，不是不可以。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全世界只有台湾有卖，按时服用，7夕49天过后，不管是冤亲债主还是太岁当头，都能全部化解掉。这是饼干。亚洲通心，那吃了这个以后还需要改名字吗？连盖吃了这包，好运自然来。哦，谢谢谢恩，谢谢大明生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付钱爽快，付钱爽快，快付钱。淳，你带要穿这件衣服吗？啊，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啊，行不？OK， 今天 OK， sexy。我们今天应该就这一场戏而已吧？对，但你等我一下。东南方大吉大利，等一下你尽量往东南方那边站。好、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要拍戏，你赶快滚。来，开始吧。啊，好热。子怡，等一下，你身上属什么？老虎。你没搞错啊，我们家纯属猴哎、欸，虎猴相冲，你不知道吗？喂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我跟你讲，纯一点都不夸张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好不好？滚啊！我要拍戏啊！别在镜头里面。可恶，那个歹徒是跑哪去了？导演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不可以打个商量？等一下，我们家淳淳不是会中枪吗？你可以先准备一个红包，上面写个诸事平安、吉祥顺利，然后去庙里过香炉、过三圈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好不好意思，大家继续继续，抱歉抱歉。可恶啊，那个歹徒啊是跑哪去了？导演，
我们家的星座专家杨大进说，我今天的幸运色是红色，所以枪也要变红色。嘿啊嘿啊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蠢蠢的衣服何必都是红色的、啊？你看这件很适合啊。滚啊你！我在拍戏。可恶，那个歹徒到底是跑哪去了？哎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、啊。艺人成功的唯一方法就是换掉你那迷信的经纪人。不要，不要换掉。你走开，我不要你了，你太迷信了。下下下下。切！要不要讲？我那么说，我没那困扰，因为我有点紧张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可以避免关系。因为我是网络是乱讲，因为你冤亲债主太多。啊？那怎么办？你懂了。好，好，来。请给我真的子弹，谢谢。这种应该属于，因为我是年头，但是农民历其实你要看的是。所以是阳痿。